因为我们要从竹东车站跑到内湾。看到二公祭山和五指山，5点多太阳就很大。要往河堤前进。这里可以看到雪山北峰。现在往河堤跑都是乡间小路。可以跑到河堤，这里大片稻田，蛮漂亮的。
车也可以跑河堤上面。对。现在到竹林大桥。蛮多单车在这边的。到游楼梯桥，过桥之后我们再往下跑。这边快接近内湾，补给一下。他从小路转进来。
车康大桥。这条路往内玩的车比较少，但是没办法跑。我们到内湾车站了，从新竹到内湾大概21K，大概要一个半嘛。我们再搭内湾的铁道车再回去，所以算是蛮方便的路线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路线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